为了躲避酒测，一名女子开车冲进了渔港，却不幸丧命。事件发生在下午1:30左右，这名女子开车经过了金山环经跟中正路口时追撞前车，警方到场处理，想要对女子进行酒测，女子却突然跳上车，反锁车门，开车离去。警方当下通报拦截围网，没想到女驾驶最后冲入港内落海，受困车内，抢救无效，宣告不治。警方想对女子实施酒测，驾驶座上女子迅速关上车窗，反锁车门，方向盘一打就想离开现场。警方试图拦阻女子，却是加速开车离去，通报警力支援，没想到这追着追着，眼睁睁看着轿车开进渔港里，通报警消人员前往现场救援。救车嘞，救车过去那边啦。女子被救起时已经失去意识，22号下午1点多，警方获报在新北市金山区环经跟中正路口发生车祸，警方到场处理，女子却不愿酒测，突然冲上车，开车加速落跑，远警骑车一路紧追，转弯进了渔港，最后车坠海里。女子被救出后送医抢救不治，女子就是车主，家住高雄，已经通知家属北上处理后续事宜，也报请检方相验，怀疑逃避酒驾，但是否还有其他原因，都还有待警方厘清。记者黄玉杰，基隆报道。